好，来试一遍。对对对，要上市。你看谁？不是一个粗的，是小块的。这个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掉不下去啊。慢点，一定要三。行，就这样蹲下。蹲下，然后你前面不是有个人？对，抱着那个。他现在是在上面，你们两个的状态就是。后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。一二三，好，来五个，慢慢让飞姐上去。上，哎，这手飞一下，哎，好，非常棒。我再往前。对，你要记住往前。好，哎，那个我会下一点点雨啊。阿Sir，再往右边一点点。好，来准备下雨。下一点点。我不介意，真的，都是人生，真是屎味儿。刚刚滚的那个地上都是牛屎啊，那些东西的。我闻着你还挺香的，人参派，是我给你真的有味儿，挺有味儿的。对啊，人参派嘛，绿色的。我亲眼看到在上面，太原生态了。我今天公司考上书院，谢水珠，谢水珠姐，谢水珠姐。结果啊，我全都来了啊！谢谢姐姐们，谢谢姐们，这样你就对你就有事干了，知道吧？有事干了。然后碰到亲你一下，你就觉得这都司空见惯了，经常摸脸啊，干嘛的？把每个姐姐都亲的。过来，摸。那个姐姐快点上来，快点么么哒，快点上来，么么哒。妈，娘公子，娘公子，你对，来了到这儿，爬一号，好，两千，一圈转完了，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哎。踩衣服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有没有撅嘴啊，这样的。一二三，一八啊，这能用吗 ？OK， 好，放饭，放饭，好。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是回头看，你回头看，对，正看这个人，然后这个人就拿着刀从你眼前过去了。上面是连线。叫我修行吧，拜我为徒，拜我为徒，收我为徒。我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，都快收下我吧。没看出来，碰一下动，你就突往下出来了。哦，哎，对 ，OK， 非常好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说？凭什么我要听天由命？若真是昊天注定呢，那就然后你想起来，那我就逆天而行。说完台词之后，一想你是突然间就想了，不说了，就在等着导演喊。不出戏。对，导演都喊不喊？立刻出戏。对，我这次就吼，我一直吼住你，你一直没有出去。行，给您一票啊。就要这样。其实就是在想陈皮皮嘛，就是他
他在后山没有那么爱吃，他可能在有独特自己的料理方式，就想到了说有什么小发明可以给皮皮设计一个。你最近还做了哪些功课？有什么新发明吗？父子稍等。后来大家就想集思广益，想了一个榨汁机。而且太难了，解了一天也解不出来呀。不是，拿大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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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屁股上去，然后开始自己扭啊，就可以充分榨出水来。它特别像一个蹲马桶的感觉，所以整场印象是特别特别的好玩。夫子。这是新鲜的西瓜汁，请您品。你还是留在书院继续你的发明吧。对，天子之剑明明就是王赐给我的，有点像小孩打架。那个糖是妈妈给我的，对，他让你给吃了，有点像个小孩似的。明明是天子之剑，我就当不上天子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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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个期限，如果要在这上面加个期限，我愿意是10000。把你的台词背走。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复活。我不想复活。你不想死，你要跟我把这一辈子的喜欢都说完。好肉麻，这个女人真的。你得摸我脸。然后我们家坐在那儿，然后你就靠在他怀里了。怀里，然后这样拍。嗯。你要找一边靠，你要那我要不要往这边靠？对对对，可以，好吧。可以。这样我到这边摸。可以。好，砰，掉下来了。啊！你别死啊！你不准死！你要听我把这一辈子的喜欢都说完。拜超超。拜超超。一去就很远，渺无音信。谁知道这辈子？谁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见上？就是这样，这两个人关系很好，人都骑上背上来，是他这一辈子遇的最好的一个人。我给你考个状元，让老马庆祝于你。哎，这好。你是用调侃来稀释你之间的那个难过？放心吧，也考不上，我就让你，我一定让你名留青史。我给你考个状元回来，让你老马庆祝于你。
滚吧。不许死，等着我回来孝敬你。来，快滚吧，滚吧，滚吧。最后说的两三句话才是最后，赶紧滚吧。说好，不许老，不许死，等着我回来孝敬你。